新战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加入中国空军，成为蓝色方阵的一员。我是你们的新训排长魏龙飞。对于部队这个大家庭，你们是否既憧憬又好奇呢？下面就有请新训班长们为我们介绍一下火热的军营吧。初入军营，有些东西可以携带，有些东西禁止携带。带好武装部下发的所有衣物备装，除此之外可以带上一些贴身的换洗衣物，还可以带上一身便装。如果你有体育运动爱好，可以带上一双足球鞋或篮球鞋，也是不错选择哦。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等证件，然后还可以带一部自己的国产手机，用来和朋友家人们联系。带好个人洗漱及生活用品，但是不用囤货，军营超市会满足大家各类生活需要。为了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，大家可以带上便于携带的乐器或者学习类书籍，当然也可以带上你们的全家福哦。战友们一定要牢记，个人药品不能带，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不能带， U 盘等储存类物品不能带，土特产人情礼不能带。你们还能说出哪些不能带的物品呢？